哎啦噜！蒸気が濃くなってきましたね。この地下へと続く洞窟も思っていたよりずっと深いようです。気をつけていきましょう。公主是短发，不是靠背。我太久没玩了，哪会记得啊？特殊动作现在还是空的，是不是？一般，哦，不用不用不用，就这样。啊，他能调的东西这么少啊？哦，他有继承我们之前的样子啊。如果没玩，我的血这么多了。蹲下会降低，更容易靠近敌人。哎，哪个是蹲下？哦，已经忘记操作了。蹲下是哪个？让我看一下，蹲下。蹲下改这个啊，改，哎，蹲下是这个。那怎么收剑呢？走啊！我先走。哦，真的。他 怎么黑黑的啊？この正気に触れ、体調を崩す者も多いと報告を受けています。上吐下泻大体吗？私はこの程度なら大丈夫なようですが。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海拉鲁人。なぜハイラル城の地下からこんなものが。この先の調査は危険が伴うかもしれません。でもあなたがいてくれれば安心です。リンク、早く原因を突き止めましょう。好啊，公主，林克真的很潮欸，妈，这时候就已经有在戴耳环了。哦，すごいね。哦，他可以跑起来哦。什么东西？为什么？哎，林，公主可以让我转个视角吗？大师之剑不是在我身上吗？发光啦！
驱魔之剑有反应了，手电筒，封印袭击海拉鲁的灾厄后，城堡也就一直被搁置着。没想到在地下居然有这样的地方，林克，我们前进时谨慎一点吧。回见。哇，已经变光剑了呢！它可以到怎样？这就是顶的。有蛋呢？为什么这个是跳啊？为什么 X 是跳啊？怎么了，公主？这个是文字，这是卓那乌文明。虽然小时候我曾问过父亲城堡地下有什么东西吗，但父亲却告诉我这是禁忌，甚至连王族也没人知道详情。即使是王族也不允许踏入城堡地下。父亲表示，代代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个教诲。但是为了查明瘴气的成因，即使会触犯禁忌，我也只能调查地下。这个地下空间与瘴气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总之，先稍微前进一点点看看吧，或许会发现什么线索。哦，好，整这周遭一带是蛋啊，不是吗？旁边有蛋啊，这怎么了？这边的雕刻也是。果然没错，这里的东西大致上，哦，它有手机呢。佐纳乌相符，据说佐纳乌是存在于远古神话时代的文明，它那是 iPhone 是不是啊？传闻他们拥有神明般的力量，在天空中有段繁荣的过往。虽然许多的历史书籍都有提到佐纳乌文明，但依然谜团重重，无人知晓其文明的全貌。真的啊？哈利亚。这尊石像应该就是佐纳乌族为原型吧？佐纳乌族他妈长这样的是鸟啊！哇，这脖子也太长了吧！巨大的耳朵跟我们的外表稍微有些差异，这不是只有稍微吧，理解。话说回来，天空文明的遗迹为什么会出现？啊，就是坠落了嘛，好像还能再往前，我们走吧，林克。这样上来是对的吗？它这还可以下来呢。刚才看到的遗迹，我认为肯定是佐纳乌文明的产物。没想到在这被视为禁忌的地方，居然发现佐纳乌文明的遗迹。佐纳乌只要探究我古代史书，必定会出现这个名字。仅流传他们位于海拉鲁形成之初，啊，应该就祖先是不是就存在于世？这便是佐纳啊，有讲跟没讲一样嘞。佐纳乌文明遗址出现在这里，就表示佐纳乌与海拉鲁王国之间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前方到底会有什么秘密呢？哇，宝洁怎么看呢？宝洁。那这个都是雕像，
怎么了？哎呦，这是怕冷。小蝙蝠，没事没事，小苍蝇小苍蝇。什么啊？没有这个壁画，当战争壁画是不是？王家に伝わる古文書には、今から遥か昔の神話の時代に、人と魔王が世界の覇権を争う大戦争があったと記されているのですが。としたら、これはその伝承が描かれているのかも。先ほどの像にかたどられていたソナウ族と、これは私たちハイリア人のようですね。ソナウ族はまるで天から降りてきたように見えます。私の祖先ハイラル王家の祖は天より降臨せし神の一族と結ばれ生まれた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この壁画を信じるなら天より降臨せし一族とはソナウ族、その一族と大地のハイリア人が交わりやがて起こった国が就是海拉鲁。しかしそこに邪悪なる者が現れ、王国の大いなる力を奪う。すべて古文書の内容と一致している。そして魔王が誕生し、それを打倒する戦いが起こった。ここに描かれている人物、これが魔王と呼ばれたものだとするならば、好大一只的魔王啊！すごい。やはりこれは古文書に記されていた大戦争。大戦争。封印戦争の全容が描かれた壁画。封印战争全貌。怎么了？これはフルアが作ってくれたのですが、持ってきておいてよかった。こういう高科技ね。とても役立ちます。この先は埋もれていて見られませんね。ここは一体何なのか。答えは。この先にあるように思います。不是啊，不是爆掉了吗？哦，是壁画，壁画被汤邦倒盖住了，汤邦的那个石头把壁画盖住啊，不能看，但还是有路啊。这就是大魔王，从天而降，结婚，大魔王把他吃掉。然后大魔王有力量，然后就发动战争，这样啊，发动战争完之后，我看这个应该就是大魔王起秋的时候了吧？啊，没想到这个地方居然有足以佐证古书内容的壁画。古代王族之所以将城堡地下封印并视为禁忌，也许就是为了要隐藏这幅壁画吧。可是这壁画描述内容判断，我不认为有必要列为禁忌，感觉不太寻常呢。答案也许就在前方。啊，逐渐变浓的瘴气也令人相当的在意，我有一股非常不好的预感，但还是必须前去确认有什么东西才行。林克，我们走吧。我有一股非常不好的预感。好哦，
他有预感，然后还要再去确认，那你不就是找作死吗？公主大大，哦，这个越来越浓呢。怎么这样啊？我们这样来真的没关系吗？转弯了。哎呦，靠腰，下骹愈来愈严重呢。音效也越来越刺激喽！这敢有法度？你确定怪累？哎呦！这脚敢若无正常呢？是愈来愈深吗？我安尼啊，靠！要这想法，游戏王啊，游戏王那个三，哦，这游戏王还三角锥哦，这是我们走吧，林恩克，也请留意四周，好。突然好紧张哦，公主。我操，这傻小。不太妙。不太妙，那手掉下来就不太妙了。搞事了，搞事了，完了，封印应该解除了。真的，果然。大小。马上剩三滴血，哇！怎么会断掉啊！我的天哪！哎呦，他都懂哎，他知道我们哎。他那边是有那个 Google 是不是？不然怎么知道我们名字？这是我们那个海拉鲁城堡。他腰力很好哎，啊，林克丧尸化了，唰塞，
啊？又瞬移？啊？鬼手把我抓走了。他那个城堡是要浮上去变天空之城的、欸，不知道为什么上面还有那个啊，遗迹掉那个啊，建筑物掉下来啊。那这个主题曲真的要出一个 Polo 的，不然这读取速度真的。太慢喽！林克直接纹身呢、欸！哇、哦、啊，他那只手，他直接装上来、欸。気が疲れたようですね、リンク殿。是他把手换掉啊？私は貴殿のことをゼルダ殿から聞いて知るもの。瀕死の重傷を負われていたが、命を取り留められたようで何より。貴殿の手は朽ち、命にかかったので、代わりに治療させてもらった。那这一把是新的大师剑是不是？还不是，这断了吧？看老师又剩三条血，三颗血。那这个炸不是他这个一开始第一代的时候也是三条血，三 D 吗？三 D 肯不够的、啊。看啊，我的那个也都没了嘞。耐力也都没了、欸。没别的东西可以捡了、啊。只能看这把剑有没有用。断剑了、啊。这是要去找人修吗？还是怎样啊？前面也腐蚀了、啊，对吧、啊？腐朽的大师之剑，技术的神圣之力的驱魔之剑，如今在海拉鲁城堡的地下受瘴气影响，剑身已腐朽不堪。打开袋子，哇！曾经的大师之剑已经废了，还可以砍这个树枝吗？啊，我还要这样用是不是？攻击，但刚刚已经教过了，不觉得你现在在讲在教这个不是很多问智障吗？哦，这已经变成来砍树了、啊。这是魔爪吗？那个能量饮料？哦，什么意思啊？
传送阵吗？哦，这是机关啊。他知道干嘛？如果精力耗尽，其恢复动作将受到限制啊。现在还不能弄那个。好，现在是。现在这个跳，我真的还是。已经忘记当，跳斩是这么屌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是，啊？不是啊，他这个跳我们可以换位置吗？诶，都是的，他没有那个设定键呢。哦，有，这个跳，诶，干，先存一下。哦，这个也叫觉醒式哦。一代的时候，这个也叫觉醒，选那个觉醒式。好不好？真的不能改按键呢。它的预设就是这样。好啦，干！这个 B 是按住就是快跑。那么凶吗？啊，不是啊，刚刚那些那个在旋转那个我不能用啊。可以上去吗？我要怎么抓住东西啊？是真上不去欸。有人会执着在这里要上去吗？不是啊，他这个是真的没有抓，是不是？真的嘞。好啦，这看起来是真的不能，没东西啊。就这样吧。还要再跳？我操！都快变国手啦！即使从高速也……哈？在落到水里的话，就算跳再高也不会受伤。对哦，加5Z 哦。
哦，残旧的鞋子，朴素的旧式鞋子，虽然有颇具年代感的损伤，但依然能穿。凉鞋的鞋带稍微有些难系，这可能 AI 你啊。好，装备，有一双可以保护鞋那个脚的鞋子啊。他、啊、一定要这样腾把腿吗？跟林克会挂哎、欸，没有别的，就这样子。我们这样很像8+9哎、欸。喂，干，这里还要跳？我、哦、靠呗！干，我们是在天空哦。哇靠！我们这是在天上欸。哎，这不是啊？这次地图是整个在天上，是不是？我在天上飞，呜！哎呦，有龙哦！啊，那本来以前一代的时候就有龙啊，那时候要打那个龙鳞的。哇塞，这一代很多岛要用飞的过去看哦。嗯，又带给我们玩家很多惊喜啊！不错，真的厉害，长按 R，哇！我操，这可以加速的。霸王花，睡莲那个初始空岛，嗯，那跟你之前一代那个初始空岛不一样吗？